就是被他们搬去。那韩国那次我也不看，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，光头很大只，他就把我包进去任何的地方。他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？呀，他也提到了他现在的老公，就是光头子。佑胜不是有事吗？是。然后黄子佼就有谈到说，当年其实姓陶的也跟他